这里大概是一面七分观光。右边这边是布兰登堡门，布兰登堡门在这里。那到底正面靠近布兰登堡门，就是侧边。这边都有很多人，不是人那么多。东森广场东森现在被占起来，要准备办活动。刚才因为电池不够，我不想拍。我还没停在这里，继续拍。现在就离开这里，不然这个时候广场上会很多表演的。往那边去，阿里山的河，去旁边那个花园等等的风景。还有一个都关于这个。右边，这边它还有一栋是意大利的。